键盘就这么大。太大了，过劲了呀。嗯，你看。看后。下叶了。这么样吃正好。啊，对嘛。自己在家种的香菇已经非常的成功，今天晚上我们给它炒的，小的就别摆了。这些行了，你不能可一个好啊。怎么样，妈妈种的这不是妈妈种的呀，好香，哪有个味儿啊？炒它吧。哎呀，这一整完没了，没有成就感了啊。那你看这天天给它喷水伺候的多好。好，这些够了。炒啥呀？炒肉啊。炒辣椒呗。行。这香菇这杆能不能吃？能吃吗？不知道。这卖那玩意儿都是盖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真是，哎呀妈，这辣椒咋的了？完了，烂了，冻了，白瞎了，这么大一个辣椒，买呀，再拿一个去，没了，就一个，雪不雪不，它能吃的地方吃吧，那吃啥呢？白瞎扔的那些。炒一炒，一会儿再炒。蘑菇味出来了哈。嗯。你吃好的呗。我这个橘子坏了。嗯。看看今天咱炒蘑菇吃的啊。妈妈种的这个蘑菇今天都掰下来炒了。这个吗？这个香菇。掰下来几个呀？老多了。现在还有这么多。明天再来一顿。哎呀妈，你掰下老多的话还这么多。差点葱，差点葱，蘸香菜受欢迎。嗯，你吃肉。嗯。妈妈给你撕，尝尝自己种出来这个蘑菇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吧。嘎嘎香，嘎嘎香。自己在家里养活了。嗯，挺好。啊。挺滑嫩，鲜灵味儿挺好啊。捡起来。刚你说没事多回家，不是多给奶奶试试皮。上学，上学之后不回家，你奶奶就想你。我今天，爸爸，我明天咱画画可不可以上上午啊？中午啊？上午早啊？晚上。上午画画班儿。上午行。上了中午，然后放学咱们可不可以去？你给山珍火锅呀、啊？行。啊？把这羊脊骨拍。嗯。妈妈，这个是羊肉吗？嗯。这吃不过去。咋吃？羊蝎子火锅吗？那你不能管剩骨了吧？你这想法。你真会呀！反正我爸也不嫌弃我。快吃，别等一下。